的最后一句上了瘾。远方的客人到我家来做客，热情好客寻花人呐、啊，让我留恋他。等着上班去了哦，行，那我就开个召唤吧，正好咱干个召唤，他们有着急要出门的，咱们就那个啥，本来没有做战役任务的，我们把战役任务也算一算。谢谢淘淘姐，谢谢落叶哥。哎呀，哪有什么长情树啊，一代新人换旧人嘛。谢谢这位哥此号作废，长江瘦的不成妖怪了吗？哇，等会儿，截好图了吗？
嗯，你吓我一跳，亮哥，你给我个眼神啊！谢谢剑神哥，也感谢亮哥送来的烟花，谢谢静心哥，谢谢公子啊，谢谢谢谢，哎，谢谢我们亮哥，谢谢谢谢谢谢神剑小羊羊，嗯，谢谢亮哥，哇哈，这是谁的鱼？玉凤哥，你不用截图了，让他们场控去截就行了。十号最废的鱼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哥送来的红烧鲤鱼。嗯，我要干什么了？对，那有点响应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响应。嗯，谢谢谢谢谢谢亮哥，谢谢我们亮哥送来的樱花，干得漂亮。谢谢淘淘姐，还有鸟不拉屎，还有航哥，谢谢静心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完了没有点召唤的宝宝们可以点一下，下方有个追加，那块有个召唤，完了可以点一下，可以唱个女驸马吗？可以，非常非常的可以。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啊！召唤37个，我们现在是9个，恭喜我们神剑小哥哥钓了一条鱼，谢谢啊。嗯，此人是谁？不知道啊，啊没事儿，就是一个哥哥。谢谢小剑哥，还有毛毛虫哥，对真爱包裹里边呢，在你的包裹里边就有一个。完了做真爱任务刷一个棒棒糖就好，还有二十四个人我们就过去了。下方没有点击召集的点一下召集，感谢我人文叔，看不看着这小孩都是半拉脑袋，在我这看都是半个脑袋。当当当，谢谢木木木，谢谢亮哥的球。情人迷，对昨天的情人迷你有唱，我放鱼，好你放吧，我准备好了哥，上锅。感谢亮哥今天改咱们马甲了，听哥哥好像好久了改咱家马甲，他每天都来听我唱歌，而且还是我们家的真爱九级。哥你为啥不卡一个环呢？你这么喜欢我为什么不卡个环？听情人迷好听，嗯好听，我们过完这个任务之后咱们就唱。丁算提裤子他有点习惯性的了。欢迎飞龙哥，飞龙哥已经在这半天了。谢谢木木哥，也谢谢这个宝宝一直送来的小天使。你在解锁吗？那个这天使是刷一个一个一个的，完了再刷10个10个的，完了才能刷100个特大的天使，绷着脸亲的那种的。对，大丫昨天送了一个。哎，大丫你昨天送完，那你这小天使在哪儿解的锁呀？解这小天使好像需要10000块钱呢。感谢杨洋，谢谢猛虎哥，大流氓，嗯，流氓小天使吗？老大，明天我直播拿个锅来干啥呀？真的要做鱼吗？感谢你，年少轻狂哥，感谢神剑哥，谢谢神剑哥的星星。妈呀，今天冒烟了。怎么刷10个的呀？你得一个一个刷，完了才能刷10个的，10个10个刷10组吧，好才能刷100个大天使，就那么大的一个。现在你们都是这样小的，这个是一个一个的，10个的是带彩色的那个，比它稍微大一圈。这个刚出生，这个天使是萌萌哒刚出生，等10个的呢是几个月，等大的呢就是成年的了。一个比一个大，嗯，对，这个就是10个的，对对对，谢谢真理哥。恭喜逍遥哥中了条鱼，哇！哥，你刷这么多吗？你是要解锁吗？谢谢 M 哥。有老年的吗？这个没有。谢谢金城哥，谢谢真理哥，对，这个就是
这个一门推新的，这个就是中年的，快了，招了还差十个，现在是26个，我们是37，26个，还差11个，还差10个，11个，谢谢漂移哥，谢谢期待哥，把期待哥抱一下 ，Hello， 你们是不是都给我攒着66余呢？Hello， 谢谢猛虎哥，快，快啥呀？对，没有真爱，对，续费，没有续费，不是续费，就是开，谢谢不会飞的企鹅的星星，还差10个我们就过去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再点一下这个追加就可以了，我估计今天也就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，over 了。因为该开的都开了，天天那么开的话也开不过去哟。咱们就最好就是过那个啥，过下边的吧，就是我们有个任务嘛，叫真爱任务，每天都要点一下响应的。谢谢，恭喜漂移钓了一条鱼，谢谢，感谢剑哥，谢谢小羊羊。还有一点个点啊，还有一点点，谢谢期待哥，谢谢神剑哥，还有一点点，恭喜我们不会飞的企鹅，我们这块好像全是你的，全是4823谁，谢谢安哥，还有2个我们就过去了，还有1个，有着急上班的就可以点完去上班了，过完真爱任务了，谢谢。这回我们要唱什么了？过了，没事。这回我们要唱谢谢西楚，谢谢那个然哥，对，女驸马，女驸马很久没有唱了吗？但是这个效果还不是我那个效果，等我明天还得找他去。女驸马黄梅戏了，谢谢路过拒绝马甲，恭喜哥中了一条鱼。那个不叫那啥，叫黄梅戏吧？我怎么女驸马没有找到啊？又忽悠我！其实没下首歌唱。从小爸妈。好唱啊，模仿着大人身段模样，实现了我的愿望。面对这爱情的考量，冯素珍是我学习的榜样啊。女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。成长，我的公子又在何方？
首歌，是什么？丫头，你乱斗情况怎么样？我乱斗情况怎么？报告老大，捞到鱼了！感谢不会飞的企鹅，谢谢哥。老鱼。什么？我乱斗情况不太好，就是总挨揍。他们总打我。现在乱斗不是拿星星吗？乱斗拿星星，能斗出现在乱斗出段位了。乱斗出段位了。乱斗还有段位吗？黑龙鬼，那我是什么段位呀？感谢睡不着哥，还能有谁？谢谢浅言默契哥，我这灯也要坏了。我是零啊，哦，要斗一下吗？不是，等它坏了的时候我再换灯。它电流声是从这儿传出来的。听见了吗？我都害怕能不能打到我。就我也不知道它为啥这么响，我就觉得我使什么东西都可废了。没事，离我挺远的。我不知道啊，谢谢猛虎哥，谢谢那个龙腾九天，刷1314合适，给40张票，66才1张票。哦，九天哥他们说那个刷1314合适，给40张票，66才给1张票。谢谢小坑哥，还有梦的怒放，还有浅人墨西哥，以及飘逸哥，还有不会飞，以及我闪爷，还有爱民哥、亮哥，谢谢九天儿，还有木木哥。那你们的意思让我斗一把吗？那行吧，我都好久没有欢乐斗了。那我斗谁呀？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挑比较弱小的来斗吧。好不好？先拿个试验品，先拿咱们家的人试验一下。我瞅瞅都有谁呀？我先试一下，是啥东西哈？这样别的了，我看看谁哈。我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出的？是新更出的吗？我就要一颗星就行，我不要全部，我就要一颗星就行。我不知道这颗星是怎么来的，但是我就知道我这血条是怎么没的了。谢谢九天哥。真的，我又不知道这个段位是啥意思呢，第一把跟你玩的。不知道什么松时候起，你就住在了我的心里，那一点甜蜜一点惊喜，让我是深留难忘记，
装作不在乎你，也竭尽全力忘记你，不敢碰触有你的回忆，最后变成遥远的距离。挽留不住爱，留不住情，留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，却不是你一的唯一。留住了风，留住了雨，留不住你有什么意义？遗憾我们曾经幸福那默契，才心伴我最爱的你。感谢飞龙哥，谢谢真理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颗星原来得的 好不容易啊，我这星守的也挺不容易啊。哎，要是掉了一颗星，你那边青铜会掉级吗？咋不会呢，容易再掉没喽，容易再。感谢咋偷偷不明白咋小姐啊。感谢 MC 号里边一屁眼子 YB 刷不明白啊。感谢号里边趁俩亿 PK 就能来5000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啊！谢谢富龙哥，谢谢小坑哥。哎妈呀，急死我了，哥呀！真的，申姐，我一点不吹牛逼，你和欣姐拜个把子，你俩从今天开始就是4841偷不明白小组，就永远号里有 YB 赶不上趟的呢。可是隐藏狂魔哥，哎呀，那是不是就跟王者荣耀似的，就会掉级？欢迎大哥回家啊！大哥不好意思啊，你每次回家我都沾一脸特效，差不多是那意思吧。那假如说哈，假如说我什么就什么什么都没有，这不零级你让我赢了，我也没有星，你会得星吗？得呀。那我就掉，不能掉，已经掉到底儿就不能再掉了是吗？啊对呀。哦，这以后轻易不能玩呢。大哥回来挂机吃饭来了。好，我明白。今天人挺多，准备吃饭。不是哥，你又吃饭呢？不是，这人多不多的，你惩罚我一下子呀，菲儿。不惩罚你了。你惩罚我一下子吧。因为我觉得我也会输给你啥的，你到时候。哎，这玩意儿有啥的呀？没有啥流行不流行的，咱俩都这些年了，你能因为一把 PK 跟我不好了，还是我能因为一把 PK 跟你不好了呀？该惩罚就惩罚，玩不起小孩啊。大方的惩罚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这些年我搁 YY 上真有啥说啥，我真一点不扒瞎，我可以说啥我也不是，随便惩罚，真的一点不来悬。今天你不惩罚我，就是不给我哈尔滨王祖贤面子。你就是告诉你我长得不漂亮，你快惩罚我来，拿鞭子叭叭就抽我来，惩罚我。你惩罚我吧。给我飞逼没招没招，逼脑瓜生疼。现在一个人的世界，谢谢。行吧。哎呀，欠条啊，欠条。谢谢谢谢，都惩罚啥了？我都要一颗星了，还罚啥呀？谢谢一个人的世界，谢谢小坑，谢谢谢谢九天。行吧，那一会儿我再打回来，你等我一会儿的。那你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我准备准备。啊好。这给我整的我都不会罚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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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空，还有那个叫啥了，对，藏红花，藏红花这个有点不好吃，那玩意不好闻的，一泡它是水都是红的，它算是药吗？你是吃猪蹄儿的吗？我不是吃猪蹄儿胖的，明明就是吃那个长刺儿的黑的长刺儿的东西的胖的。谢谢雪儿的水晶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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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九哥是不是在抽东西啊？我看你半天没有说话，那我就再唱首歌吧，唱首这个歌。
完了好，他们都没有说话呢，都这么低调，人狠话不多吗？还是吗？嗯嗯，对对对，越红越好啊，那是好东西。我一看了，您给我邮那么多，我啥事儿能吃没呀？就是完了，那顶上告诉我吃三根五根，不能超过十根，那一瓶子老多根了。我，哎呀，我就拿那个小镊子一点点夹。可以连了是吗？我估计他不能接了，他都已经打好几回了。哎，好哈，头型怎么变了，李哥？不行啊，胖妹儿，胖妹儿减肥呢，胖妹儿啊。你怎么感觉我瘦了吗？还是胖了？没聊他，聊别人呢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脸又圆乎了呀。我明明瘦了，你什么厌事儿吗？这是，我明明瘦了。现在140几啊？我刚才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有140呢，俩胖子。我跟雪打之前，我跟菲儿打，没准感谢咱花哥还有获胜的几率。这么看，估计再把又他妈够呛了。笑大哥，感谢我大哥，谢谢我哥哥，爱你呐。赏一把吧。来呗，那一人一半的时间，那我先关麦。嗯，谢谢大家送来的鱼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哈，你有几颗星啊？你有几颗星啊？我就一颗星。我现在两颗。我刚才三颗，我们输一颗我。嗯，好。来吧，那就66，兄弟们，再把要再输了我就退网了，再输真退网，再把要再输了，兄弟们，我直接就下线退网了。我就不想玩了，没有意思。要把把都输，把把都输，你打着还啥意思呀？对吧？再把不能输啊，兄弟们，再把不能输。六六，上点六六来。全额出击。来点66，来点66，兄弟们，别他妈白白那些。还他妈打不打了？一天还能打不打？打，来吧。我说他们呢，66，整点66，37000都飘了。兄弟们，鼓起勇气，我们还能再打一把，怕什么？怂什么？来，大家，谢谢九天哥，谢谢，一起走，来来来，一起走一把来。感谢了，来了，铁们来。大伯，不要妄想。感谢王哥，谢王哥，感谢微微，安恩哥哥，欢迎，这是神游吗？放下神游，兄弟们，赛马不能再输了，赛马再输，我们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大家使使劲，差的并不多，团结一心向前冲！兄弟们，咱家票涨的太慢了，他家太快了，不洗脑没人干呢啊！哎，感谢我老弟啊，谢谢依依妹子啊，谢谢依依妹子，谢谢我老弟，谢谢，感谢我老弟啊，谢谢。谢谢尹哥，谢谢微微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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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明哥，谢谢啊。大招不放了，今天晚上这玩意儿大招老放就不好使了，大招得留着。什么是大招啊？大招就洗脑放。怀念那我们的青春呐，七年的青春一洗就刷。梦想哥，谢谢明哲哥。嗯，兄弟们，咱们家老铁所有人一人整一组66出来，多了不需要，一人来一组66，只要敢拼也许就能赢，如果拼都不敢拼拿什么赢？一人涨一组66，兄弟们速度再快点，现在票数涨得非常快，关注66清号，所有老铁咱们把号清了，来大家一起动手，我老弟来了就没停，老弟再把输赢看你的了，老弟菲儿你要时间吗？我不要，兄弟们都他妈这样了，你还要把时间再给出去，
你是他妈真正义感十足啊！谢谢我二十五哥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兄弟们稳住，大哥出手了，我们要打起来，努力，世界稳住，稳住，兄弟们，我们能赢！六十六，不要停，六十六来！兄弟们，感谢神友，我们还有三十多秒。有人说，老大，你一天让我清几次号？你他妈有几次清几次啊？兄弟们，二十多秒，马上追上了。感谢我专哥，谢谢王哥。还有十几秒，十秒钟，稳住，十秒钟，稳住。还有最高七秒钟，七秒钟。我这啥也看不见呀，我都不懂啥情况这儿，啊，啥也看不见。谢谢飞龙哥，谢谢帝王哥，谢谢。怎么我发现？谢谢。我强，你更强呢？没有。不玩了，今天。谢谢。哎呀，不玩了，再玩。李哥漂亮了。再玩，星星没了。我给帝王哥打一下黄，谢谢帝王哥，也谢谢这位飞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！我这烟花，我现在都看不着这个，我到底是多少个？谢谢。退鸡毛网，退网，我们还得好好直播呢，退网，退网，一天退网。要好好直播呢，要好好直播。哎呀，太难了，真的是啊，想赢一把这么费劲吗？我这俩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俩女的，你身上动整不动。锅里等你首秀，我首秀我妈屁，我舔大逼脸，我退网。我的十个气球卡住了，李哥，你最后有十个气球啊，哥。感谢西西啊，谢谢西西。现在气球都是绝版的，帮我截一下那个激战榜啊，兄弟。我操，你最后这十个气球你要送出来，真的，咱怎么我强你更强呢？怎么情况呢？红包。微信说话啊，微信咱俩说话，不要在那不动，好像卡住了似的。王者李家变成他妈青铜李家了。今天晚上不打了啊！今天晚上不打了。我觉得这个星可难拿了。今天晚上不打了，真的，我是再他妈打一颗星都没了。我现在真的了，我剩一颗星了，就剩一颗星。我上来之前三颗星，打两把剩一颗星了。谢谢。你不去打野发育，你打什么龙？我以前就打不过他，我寻今天我能打过他，结果还是没有打过他。你说什么刚才？我觉得就是可能，我刚才说红包嘛，对，红包，微信就行，微信就行。OK， 没毛病。哎呦，谢谢大家。Perfect， 完美了。妈呀，太难了！再次感谢兄弟们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就是听哥哥，还有我们幽冥哥，哎呀妈，太多了，谢谢我飞龙哥，还有小坑哥，谢谢，哎呀，这是哪个？上边，感谢飞龙哥，还有小呆哥，以及我们大伯，还有只为魏哥，还有帝王哥，谢谢，还有我们真理哥，还有云豹哥，谢谢小胖以及九天哥以及我们亮哥，还有谢谢金小哥，还有绿豆哥。此时此刻，我要唱首歌给你们。
我先去唱歌。还没走出上次的阴影，又深深的陷入那个的曾经，他幼稚的谎言已经成半透明，而你却在傻傻对他表示着相信。恋爱中李哥再连你就不要接了，啥情况？他还要打我吗？那我先把那个取消了哈，嗯，好。
还要打我吗？哦，那我就把欢乐豆关了。好，我关完了，谁也发不了了，现在。都想起，不知不觉来到老大的小树林。老大该批作业了，我还没唱这首歌呢，感觉把我飞吓坏了。嗯，那心情现在可难得了。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，不能像以前了，输赢不在乎了。嗯，谢谢，也感谢我亮哥的那个，谢谢亮哥的这个烟花。对了，亮哥、九天哥还有飞龙哥，你们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。嗯，支持的灯啊，我苦苦的盼啊，转了一圈还是喜欢你，那你咋没有给我开真爱呢？如果你要加我的话，飞龙哥还有亮哥、主天哥、帝王哥，你就打公屏上加我，到时候你要不会私聊给我，我让场控老师拽你下去。谢谢牛哥，西牛哥、清风哥等，谢谢亮哥还有风摇摆，我飞太口了，我从来不口。主要是我要给你寄个 U 盘啥的，你不得给我个地址啥的吗？给你寄点小礼物。谢谢蜀战哥还有亮哥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地址。可以很强势。嗯，有一种支持就是手机上方叫点关注。嗯，有一种支持，有一种关注叫不迷路，有一种不迷路叫关注，好不好？有一种支持叫上礼物，有一种荣誉叫钟爱团，有一种疼爱叫开守护。这是谁编的呀？还有挺押韵的呢。谢谢小飞侠，还有李奇哥，谢谢飞龙哥，还有云迪哥哥。飞龙哥还有哇，飞龙哥还有亮哥、九天哥，你们这几位大哥哥啥的喜欢听啥歌你就跟我说。小妖，我点了一晚上婴儿可以唱吗？可以哥，我才看见。谢谢小文儿，但是你们点的歌我能看见，我尽量都给你们唱。怎么加入六九军团呀？安哥，你就改好马甲格式，给我开上一个真爱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你就跑不了了。小文哥，哦，小文哥怎么了？小文哥的鱼是吗？嗯，好，我要给你们唱一个，把手人类都准备好了，我要唱了，这歌好久没唱了。宝哥送的是大天使，刚才我看见了。他们说云宝哥，你可以把我微信给我。因为你是婴儿，受伤了才来找我。爱你，怜惜你。这首歌替你们送给我，没有微信了。深情依然倔强，
不上。哥送来的鱼，谢谢哥的鱼，谢谢感谢大家把你们好不容易抽到的水晶球以及鱼，还有你们最珍贵的烟花都送给了菲儿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好担心我的嗓子，没事儿，还行，还可以。谢谢贪玩，还有承诺哥以及摩天轮，还有浮云哥，该批作业了。喝口水啊，我现在唱歌不喝水的话就哑了呢。欢迎飞龙哥，飞龙哥是不是那边信号不太好啊？谢谢遇见哥的星星，谢谢灵触哥以及九天哥，还有我们亮哥，还有杜醉哥。想你的365天，我要，哟呵，
我的微信没上啊。嗯，好像是没上。好，突然你帮我扫一下微信。嗯，帮我扫一下。长久的爱不是一时的痛快，人海茫茫有你陪伴，走过风天雨天从未分开，你给我这永恒的爱，超越所有的阻碍，一起携手我觉得咱们家这些大哥老爱开玩笑，都学坏了，都把我们家粉丝都带坏了。我就特别明显的发现我们家场控也学坏了。怎么的呢？他在群里边发了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就不麦克风不坏了吗？腿哥，我给你发一个麦克风可好了，你一看下边的价格10万。
我都没吱声。冒泡我怎么没冒泡？扎我心了，谢谢子野哥，也谢谢你隔月儿，谢谢我飞俩伯，还有烟华哥，以及小贺哥，还有孤狼哥，还有乌龟哥，子夜哥，还有圆哥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有点饿了，我要工资都已经不能再扣了。谢谢，因为我叫小贺，感谢哥送来的小飞机，欢迎这个念什么童哥啊 ，Hello Hello， 欢迎芭比普哥。好声音要配好麦克，这个我就知足了，这个我都是那个啥呢，都挺贵的呢。好多了，冷月哥。什么？神曲儿奇迹世界那个曲儿没有伴奏了，主要是感谢我、哦、谢谢谢谢我大伯，谢谢大伯。那我们接着往下再读一读吗？我们读一读，我们就稍微早点休息了。嗯，我非 JDP 是没上去是什么？ JDP 没上去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欢迎听到哥，这回他就上去了。嗯，他来就上去了。欢迎马哥，谢谢马哥的星星。我们接着来读下一条。嗯，我们读到谁那儿了？春景哥是不？完了是春景哥，完了是红哥，红哥。时光冉冉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来我不散。谢谢马哥。好，嗯，时光冉冉，生念然。欢迎听到哥。时光冉冉，时光冉冉，等会儿，其实我真的我觉得还是挺有进步的，挺有进步的。嗯，时光荏苒，转瞬间来到了4823，快两年了。你们就说时光荏苒，嗯，字儿还是没有进步的，但流畅度有进步了。嗯，我是在头条上看到丫头唱歌非常好听，这才下载了 YY 来到了4823，正赶上16年的年度，亲眼见证了六九军团是怎样一个团结优秀的集体，也看到了丫头被那个谁无端的诽谤被黑所受到的委屈。你看你这做不好，我还转播了。嗯，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生病休息，丫头都挺过来了，佩服丫头的坚强，也佩服六九军团的团结，希望大家不忘初心，歪歪不倒，陪飞到老，都陪飞到老，能唱一首记得咱的家吗？舍得随缘，谢谢谢谢哥，我都说了明天唱，要不然这歌稍稍有一点高。嗯，这个你怎么还整出英文了？咪 MES 哥你好啊，敬礼，又来个橘子，这个是橘子，谢谢月儿哥。腿哥好，4823小橘子向你们报道，敬礼。是就是前段时间的公会赛，嗯，其中有一场小胖上公会号刷票，哎呀妈呀，可给我腿急坏了，胖啊你慢点钱啊。嗯，你这个记忆犹新吗？我没有啥印象啊，哈哈哈哈，太可爱了，哎呀妈呀，亲爱的腿哥，我想点一首爱什么稀罕，这个歌还行，可以唱，谢谢听到哥的求求求。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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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我要唱个爱什么稀罕，哈哈。嗯，
乱斗个吧。我们刚刚斗完，不能斗了。现在乱斗都特别狠，都好几万呢。我现在赢了两颗星了。欢迎飞宝哥，他没有接，我估计应该是有什么事儿，我查一查别人啊，别着急。我要说你心里只有我。找谁呀、我没有对手了。我这里边没有对手了，这样吧。何必留下那烦恼太多。不要说你真心爱着我。不要说这一生陪我。小周在吃鸡吗？哦，他在玩游戏哈。哦。那行，哎呦好，哎呀，行了，飞啊，今天这，你给我吓不会了，太吓人了，你给我笑的不会了，等一下等会儿，这一打个，啊，不是你这，哎你这今天稀客呀今天啊，那以前。以前我很少就是主动啥脸的，怎么这么开心呢？今天没有，我是第一次，我一看，我给兄弟们截图看，我说兄弟们，飞呀姐姐不是飞呀妹妹连我了，看到没？我感觉心里面非常开心。我还以为我碰枪口上了。没有，很开心。啊，因为你匹配的也不多，然后我俩的直播时间段的也不怎么在一起，有种想在一起匹配的话。我一般是七点。大哥，你是几点？我是9点到12点多。那我正常的话9点就下直播了，今天可能就是开了晚一点。好，谢，真开心，哎呀，真开心，哎呀，谢。用我的小拳拳打你的胸口。这样吧，我们一人一半的时间唱首歌吧，我们家的兄弟们也特别喜欢你唱歌，很难得，真的，谢谢。我俩一人唱一首吧，行吧，好吗？好。你来一首分了，我最喜欢听你唱分了，我最喜欢、okay. 你每一次听，哎，我天天小号都看，在你直播间里看你直播，真的。嗯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是菲亚的忠实粉丝，真的。来，还有包括抖音，哎呦，我也喜欢，我不说了啊，你先来吧。谢。那我先来啊，我心里要先来，那我先来，那我就唱半首哈，疯了。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唱上去哈，我就唱一半吧。喝了这一杯酒，拿起了麦克风，这一刻的我给最普通。
呀，太吓人了，天道哥！哎呦我天！我说你为啥让我逗逗逗的？谢谢天道哥，谢谢飞龙哥，谢谢。把我打了迷晕了，让我跟泥鳅俩在一起做朋友了。谢谢青龙哥给我整懵了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太有钱了，太棒了。哎，谢，那行，让我们大衣哥给咱们唱首歌。我还唱什么？我还唱的，我还哪还有什么心思唱歌？你说我操！我没寻思到这么多呀！谢谢。你这伴奏歌好了，唱出来40000多块钱。你觉得我打个比方，你这就是一线明星，他也不可能说，他就是说现实的明星，他也不可能说伴奏歌唱40000多块钱，打死也不可能啊！谢谢天大哥，谢谢。那行，非常厉害，太狠了，太厉害了，太狠了。这个用这么多钱的大哥呢，用这么多钱打我呢，也是我大姨的骄傲。嘿，心里想大姨那边有条件，心里想我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主播，哎，不好意思对吧，不是我没寻思有这么多，你这给我拉仇恨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想到有这么多，没有不存在啊。咱们呢就是说两边在一起匹配呢，第一呢也是非交流一下咱们彼此的感情对吧，第二呢就是说大哥们呢趁这个机会呢，就是说要不然呢也找不到理由给你刷礼物，要不坐在这里啊无缘无故的啊刷，你说多没意思对不对，能理解，互相能够理解啊，谢谢大哥们的心也能够理解。欢迎长空哥，谢，哎呀给我整得不好意思了啊。没事，反正呢就是说以后咱们那个夜色就像个虎逼一样，自己去在那边去带节奏，还在那边去上去吧，你上，就像个虎逼一样在那边带节奏，没事啊，很开心啊，跟俩在一起匹配，我就是输了我也很开心，哪怕我这边就是说把我打到泥里去我也很开心。主要我还是想听你唱歌，我们家好多宝贝都喜欢你的。我这样去说一下，你是我最喜欢的，你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主播，而且是正能量，就是说靠着自己的才艺，真的，确实说良心话啊。哎，其实我俩直播是年头差不多吧。嗯，咱俩是一批的，那个时候991就是咱俩是轮档的时候。哪991啊？是99吧？98还是99？98。咱俩上下。有的时候你去了，完了可能你就刚走，可能咱俩就挨着轮着那个麦做活动啊什么的。老大要点医药费，再丢人的话给我滚出去。不好意思了啊，对不起，丢人了。对面的那个，没事，看我是2014年开直播的，咱们是差不多应该是吧？嗯，我也是2014年中，我是2014年4月份。那我是3月份的直播，播了15天，完了我就 A 类了。A 类的是什么意思啊 ？A 类了就被封了，完了4月份之后家里着火了。你是在直播间里放偏了还是怎么了？就是号被盗了，那个时候刚做主播也不知道嘛，就被人 A 类了嘛。完了4月份家里着火了，完了收拾了一个月，5月份怎么回事？完了6月份。又开了一个月，反正又那啥了，7月份才正式直播了，这样。那你们命运苦苦。我说真的啊，我说句有什么说什么啊，我确实挺喜欢菲亚这个主播，良心话。哎呦来了，感谢了，谢了，谢谢天道哥，天道哥还真来了，你看天道哥，哎。谢了，谢哥，感谢哥，谢哥啊，感谢了，就是说真的就是说，我不是说在这边去夸你啊，你真的你的风格我确实是喜欢。主要是都是正能量主播嘛，就是曾经平时其实也不太会聊天。曾经有一位大哥在你那边也支持你，支持的很厉害。至于呢，我也就不说了啊，他也不让我去说，是我家的一个就对我都是很好的一位大哥。啊，我知道是谁了。知道了吧？嗯。你应该心里有数啊，真的，他也非常喜欢你。嗯。对吧？我知道，知道。你心里有数就行了，我也不想去讲那么太多啊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呢，我希望呢，我们的菲亚越来越好就行了啊。好，嗯，好的。菲亚的兄弟们，那个我来说一句啊，那个菲亚马上下播了，我刚刚开播，你看能不能过来照顾一下啊？没事，去溜达溜达，串串门，唱歌。对，串串门，咱家兄弟们没事的时候也到菲亚那边支持一下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整不好意思。给我留着，都给我留着呢，你这都留着，这说不上，我告诉你啊，大的你一定要给我留着，嗯，说不上哪天我就告诉你碰着碴子了，碰着碴子就那个
就丢了一颗心儿。嗯，我飞龙哥也给我留着呢，亮哥也留着呢，听到哥也留着呢。好，还有百十条鱼，哥留着。这个鱼啊，现在正是下胆的时候。嗯，会产小鱼的啊，完了记得打点氧气啥的。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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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有点懵逼了。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，勇敢勇敢不怕。主要都给我打懵了，不能打了，不能打了。嗯，你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你别把我的鱼都给整死了。哎呀，谢摩天轮哥，谢谢摩天轮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妈呀，谢谢茶圣哥以及飞博、高山哥、扎西哥，太多了。谢谢犀牛哥，咱们家人特别齐，有六六啊、星星啊，啥都有啊，哭。